先生，啊，太婆已经落来诊所，你嘛真冤枉。边仔子吼已经带母仔囝去休困啊，啊嘛有煮一寡鸡蛋，素面补完去。囡仔情形怎样？好去诊疗，病逝过星期，也毋过在大楼竟然囡仔，咱嘛才生过几啊届，啊有真侪亲戚，真侪讲才提感是。啊，毋过伊遮尔早散。 讲实在话啦，情形真无乐观。先生，敢是这囡仔佫有其他问题啊？我想较严重。出事就是安尼啦，生一关，活一关。咱做善事，对真全力，帮助伊度过头一关，后面的难关，只有看伊家己。 看会出来，我看你吼，都敢那照镜共款的，乌白的，红血丝，走路有气无力，我无啥物怨气。啊，你讲话嘛无啥物怨气，你怎嘛无看？安尼吼，都咱两个上歹命。 你看冰箱啊，快进来啊！找你啊，找你啊，找你啊！好嘞。怎么不啊？要看怎辛苦，不要紧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。其实，安怎？我明仔迄个单上条。 早产啊，生出来时阵，可无我这双手大，再大了紧，病小拢反起。啊，安尼敢有害过？先来先跳就对个，我嘛就烦恼嘞。你莫想伤济啦，咱做这道的哦，若是无看好开看破，一直困伫内底，生袂出来。 顶个月嘛是拄着一个啊，是三十几点钟才生出来，哭两声都无起啊。三五一家伙仔伫外口等，还袂赴欢喜嘞，就准备休息。主，乡里签名啦。四十三，有啥物要签名？班长哦，爱带同学去参观因外妈的做善所啦，顺续爱招待大家吃饭吧。 走开去啦！两位老师家应该毋免去吧？人已经毋知影看过偌济囡仔出世，嘛无咧稀罕啊。嗯，就是啊。阿哥，行李。好，就安尼。根本吼都无甲咱两个算在呀，太气！ 不要紧啊，咱嘛不是咁过去啊，那是啦。英珠，英杰，你哪过来啊？我知影你嘛上班艰苦，想讲斗阵等去骑山啊。好啊。对。啊，宋梅刚好啊。 宋梅怎啊？生啊啦？真是啊！谁啊？敢是伊呐？囡仔早产状况毋是真好，啊，心跳足弱的，虽然生说无讲，不过我知伊的意思。那呢，我陪伊转看宋梅甲囡仔好无？ 好啊，行。
雅姐，啊，宋梅囡仔安怎？宋梅囡仔无去啊，无蔡先生去救遐尼久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。